12月28日李现出席活动并拍摄了一组写真，照片中他穿复古绅士西服出镜，衣着考究，质感十足，长身玉立，造型沉稳帅气，手持文件似商务精英。画面中李现于光影之中大摆 pose， 神秘而不失格调，举手投足别具魅力，眼神杀撩爆少女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